叫苏佳琪，大家都叫我鹰眼女孩。请听挑战规则。掌声有请小佳琪。我们的左眼是在右边的神经，右眼是左边的神经，它的交叉眼同时看的时候，左边的右边的神经能够集中到一个点，所以我们一般人那就非常非常困难。接下来进入验证环节。